欢迎大家来到舞台2023义工的现场，欢迎你们。我的心上人是小霞姐呀，你们两个在这边当我们两个是空气是吗？不要乱说，开玩笑的。我想跟安琪一起，对，想试一下这个 part。可是这个动作，我会把你弄过来，这样你会帅不帅？哇！Yes， 我要报一件事儿。他刚才在宁老师进来的时候，当着人家的面来了个后空翻。是的，是的。什么？你们要周深翻一个？周深的命也是命。欢迎进入舞台2023。全体舞台支持团，今天你们是舞台歌手的命运掌控者。20到26都是淘汰，选择很重要。请想要和第四名组队的人起立表达。不管他好与坏，我也不管有没有争论，我就是要活下去。他走不走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事，你需要赌一把。如果你不想被淘汰，就是 challenge。大家都想要往前走，靠自己本事。我们真的很享受舞台，我们也渴望更多的舞台，请你们多为我们投票。所以你要挑战他，看看分数吧，理智一点，玩得聪明点。这个舞台越来越像饥饿游戏，把选手的欲望越来越激起来，我们一定要确保赢这200分。哦，我们就是看谁分低，我们就挑他 PK。我们都是属于下位圈，你必须得赢。将挑战安琪的，请起立。Let's go。结果公布。哇！哇！我觉得 OK 的。Oh my god！ 这就是人性，就是弱肉强食啊。请你们完成指定的游戏挑战。这谁猜得出来？你干嘛呀，鲍威尔？你给我出去！1、2、3。鲍威尔下去了，他在面前。你好专业哦，蔡老师。你俩也挺好磕的。什么都磕出来，害了你啊，姐。这班就上到这儿了。小心石头别摔了，蔡老师。好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脚脚脚脚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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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。幸福呀！我要走我左脸。我也是。啊，我要去，那我们快换，快换。我跟你换，我跟你换，我跟你换。左脸，左脸，左脸。等一下，那我得。我这个地方是左脸，这个机位拍我这儿。我看大家。好吧，好吧，好。那我看大家，我就。我是这样。是你吗，老师？左脸。OK， 好。左脸，左脸，左脸，左脸。那个机位就不要拍我了。左或正啊，左或正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就不会跟你讲话了，我肯定是要一直这边脸。所以我们换一下嘛，这样你可以跟我讲话，也可以对左边啊。你也在垫肩了？哦，他麦克，我又在垫肩，他还在垫肩，他在垫肩成这样了，他在垫肩成健美小姐了，吓死了！健美小姐，我肩膀多少？看看这个垫肩，但我是那种明显垫肩，就告诉大家我穿垫肩，不是你这是衣服的垫肩带的对吧？他这是，哎呦，他这个是贴在肩膀上那种。昨天在跟他说这样子一拍他的肩膀，啊！我跟你说那天就是很搞笑，因为那天 Jackson 哥就走的时候，他不是一直在捏我的肩膀。对，跟你的排名是他一直在
捏，但他本来就捏我这儿，然后捏到我这儿了，我就开始尴尬。你们谁来叫服务员点餐？客人点餐吗？这是你们提前的菜单。谢谢。哎，这手写的是吧？不是，这个是这不会有任务来了。这班就上到这儿了。今日特别菜单，凭实力干饭吧。请你们完成指定的游戏挑战，根据挑战成绩决定你们可以享用哪个套餐。三个项目挑战成功，可获得吃完这顿不用下顿的套餐。两个项目挑战成功，可获得吃了还想吃的套餐。一个项目挑战成功，可获得好像吃了好像没吃的套餐。轻食配蔬菜汁，营养又健康，这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处理好的。第一个挑战，猜猜我是谁，十道人名题，一人演一人猜，只能通过模仿口头禅、表情、习惯动作进行表演，两人要在60秒内猜对十道题即为成功。啊，6秒钟猜一个人，都是节目里的人吗？对。那我演。你来演。好，你放开一点自己。来，准备啊、哦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蔡子欣，蔡子欣，快快，别浪费时间，这六十秒。对，未来星。不是不是，奥斯卡。高楼大厦，人们还在寻找什么呢？吴耀涛。很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哇 ，OK。啊，这个怎么敢演？快！啊，这好难，好难啊！这个，翻，过。不语。我又没有什么粉丝基础，我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包袱。翻，怎么这给翻？快吃！吃！我的 friend。等我黄一博，快，还下去。孟美。孟美岐。不是，那个你要。好彩派孟美。再往下。啊，没了。剩下两道题要重新猜。那你先暂停时间，我要把它翻回去。你们找到刚刚的那题。时间到。你刚刚没有说这里只有十道题，规则说的赖皮导演不行，再重来。有点赖皮，稍微有一点。对，有点赖皮。稍微有一点啊。我们都以为有很多道还可以过呢。这样，刚才他看到那两个人，10秒之内。你知道是哪两个人吗？就我没猜的。哦，我从头翻一遍，这个说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眼过的是谁。你翻。啊！这谁猜得出来是黄景老师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干嘛呀，鲍威尔？你给我出去！好吧，这个不能怪你们，这是我们还不错、啊。可以了。第二个挑战，实习学者，考题来自安琪的最爱《武林外传》。十道题包含接词和问答，答对8题即为成功。为大家而战哦！看我的，拳击风，射闪电。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，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？我杀了你！是谁杀了我？而我又杀了谁？哟，哇，这么厉害！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不好？经典台词。1, 2, 3, action！ 好会呀！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。如果我不嫁过来，我的夫君也不会死。如果我的夫君不死，那我就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。我的天哪！你是编剧吧？自从在同福客栈，遇见你，好，就这样。后面呢？就像那春风吹进我心窝里，对吧？哇！好恐怖啊，这种。还想难倒我 ？This is 武林外传。武林外传的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？还想难倒我？难倒我？
随便乱说吧，你就说一个宋朝，随便说一个什么朝代。我查一下。可是应该是他们其实不属于哪个朝代，他们有很多现代的元素啊。这个太难了，明代。但是你又没说，我们不可以请文言云了。对，而且我是跟我刚跟他自拍了一下而已。对啊。你看画面是这样子，是个。对呀，我们刚刚在自拍。在自拍。好，那这三道题，郭芙蓉的堂妹郭蔷薇。李大嘴母亲在儿子背上刻了什么字？好汉饶命。李大嘴跟野生师傅学会的武功是？降龙十八掌。哇塞！安琪，等一下，真的推荐你们看《武林外传》。哇哦，这感觉不太对劲。我也感觉苦瓜汁吧。谢谢啊。是正常的，没有毒。下一个咱们就是谷雨和仙贝。完了，不要抱有希望。九千是什么东西啊？九千呢，并不是九千，它其实是九零零零的意思。九零后，零零后。对。哦。两人一组猜词，词语和零零后或九零后记忆有关，在九十秒内猜对六道题即为成功。来，准备了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过。你早饭会不会一碗粥里面你要加点啥？下饭的榨菜，对，好，这是电子榨菜。耶、yeah, ，OK， 下面有没有看过一个剧？那个剧的男主角被切了手断了，被切掉了，然后里面也是鸟，一个很大的雕。剧叫《神雕侠侣》，女主角最经典那版是谁演的？谁演的？刘亦菲。Oh my god！ 我们看的应该是另外一版。特别厉害，特别牛。我们网络用语四个英文字，哇，神了，挂白点 S， 哎，也对，好像。我们那年代有一种那个头型特别夸张，杀马特。对，好，这部是胡歌演的古装剧《琅琊榜》。对，好，往下。然后我们去唱歌。昨天晚上我说我要去唱 K， 四个字念，卡拉 OK。对，好，往下。好，然后你知道我们那年代听歌没有盘，它是一个卡带，磁带。对，好，往下。没了。谢谢大家。等于你们是有两个任务挑战成功了，对吧？如果你们最后一个任务可以挑战成功的话，你们可以拿到 A 套餐。好 ，OK。第四个挑战是绝对音感，两个人卡拉 OK 合唱，成绩要达到1000分以上。没事，那个很容易，我都每次都是100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很容易100分，不用担心。最简单的就那种一个音一个音的音准。反差一下吧，不要在这里炫技了。的为你翻山越岭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，身不由己。每个年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。我永远保护你，不管风雨的打击，全心全意。啊，应该可以吧 ？OK， 肯定可以，绝对可以。SS 啊！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规则还有一半没说完。绝对音感要挑战的是绝对颤音感，两人要再次合唱，分数要低于刚才分数的60%才算成功。那简单啊！那简单，我来。但他不必再流浪找寻，爱就一个字，我。别人会觉得他们那个舞台是假唱。热闹的城市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，我愿意试。必须得试，节奏也不能卡准。结束了，哎呀，900多分 ，OK， 挑战成功了，好，祝贺 ，OK， 耶，上菜吧，好，哇，这个看上去不错，哦，一份吗？这披萨感觉可以。这个不应该叫这个班就上到这儿，这个肥就减到这儿。
是一个可以吃的动作了哈。不合适吧？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耶、yeah, yeah. ，谢谢，真的是感谢食物。食不言，寝不语哦，大家。那你出去吃。干嘛？就因为你讲我，我不能讲你。你俩也挺好磕的，什么都磕出来，害了你啊，姐。不是，我真的得澄清一下，菜菜真的很弱，身子骨不是很硬朗的那种。从认识他开始，感觉他一直在各种不舒服。我们上次不是一起健身吗？我俩一块打拳，对，打了10分钟，我感觉那……你是不是把他欺负了？他那好大怨气啊！又左，身体，又左。10分钟，这汗如雨下，就是你说菜菜吗？个人就像就汗蒸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觉得我们上次练那个拳击的时候，他在划水，就他力气很小。那要不要正式 PK 一下咱们场上体力的 PK？ 来啊！我是文人，我是文人，我现在是文人，不要。我没有什么自信，我是个很自卑的人。为什么？自卑的文人。自卑的文人。脆弱的文人，还有所有人都说我那个触台表现不好，就是因为核心。真的不行。有人要喝那个汤吗？没人喝，我直接整碗喝走了。给我来到这里的看到的第一个嘉宾，谢谢，真的吗？是，因为你当时在门外面，我后来他就让我看过你的经历吗？你看过多少？看过。那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那种比赛的压力会稍微更大一点，因为就是它封闭在里面，睡觉的时间也比我们少，更少。我觉得这里其实比那个比赛要轻松一点，所以就大家相处的也会更稍微，我觉得轻松一点。去了十几个，大部分第一轮都淘汰了。但是第一轮是吴淘汰。对。哇，对，很神奇，牛啊！他很厉害，我们没有人想到。牛，你跟他很熟吧？对，我跟他关系挺好的。我想尿尿，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，你不让他去是吧？等下菜回来，我们所有人一个都不说话，他老是反应。我们等会儿他一来，我们就马上闭嘴，然后这样子瞟他。这是我们两个对视一下，然后。哎呀，好，这好。快起来！哎，干嘛？什么？谁都不能先说话是吗？谁先说谁输？没有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哎呀，继续吃，哎呀，继续吃嘛，想吃什么？